台铁泰鲁阁号事故造成的多人不幸罹难，台北市议会开议，市长柯文哲进行施政报告前，台北跟议员们先默哀一分钟。市议员王宏威呢还送上了鲜花，感谢消防局45名救援队。随后呢，头号柯黑王世坚议员则是赠送了一台脚踏车，炮轰柯P一日北高是假推广真行销。台北市议会开议，市长柯文哲照例进行施政报告，但开始前先向台铁泰鲁阁号事故死者默哀一分钟。台铁408车次泰鲁阁号上周五撞上滑落轨道的工程车，造成50死211伤的严重事故。台北市消防局派出45位队员前往救援，市议员王宏威特别送上鲜花，感谢救援队的付出，并由消防局长吴俊宏代表收下。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派出45位救援队不眠不休的来做救援。我想趁今天在我们整个施政报告之前，我想对救援队，我们台北市的救援队来表达最高的敬意。温馨画面一转，头号柯黑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就送上一台折叠式脚踏车，痛批柯文哲228当天一日北高是假推广脚踏车之名，行行销柯P之时。我今天送一台你的最爱脚踏车，我这一台就送给你，你就骑吧，上下班骑，在办公室骑，在家里骑，放假骑，上班骑，天天骑。柯文哲只看了一眼并未收下，而是由市府同仁代收脚踏车。结束权益问题发言后，柯P才终于开始施政报告。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报道。想在台北市精华地段停车呢，经常是一位难求。台北市政府斥资8亿，在捷运科技大楼站呢，打造了集合停车场、托育中心、文康活动场所等等的多功能综合大楼，预计呢2025年完工，将提供民众优质的停车空间跟便利的转乘运输。嘟嘟站鼓声响彻云霄，振奋士气。接着，台北市副市长彭振声跟交通局长陈学台从伍师手中拿下菜头跟凤梨，祈求科技大楼站停车场新建工程开工顺利。上香三拜。那经过地方民意啦、里长啦、民意代表以及市政府的合作之下呢，在这边呢再盖一个停车场，汽车113席，那个这个机车196席，表定114啦。刚刚我听这个处长说113年。大概就可以加紧完工。开地平安。这一片将近3000平方公尺，原本是废弃将军宿舍，未来将改建成为地上6层、地下4层，包括 U-Bike 租赁站、自行车跟汽车停车场等等多目标综合大楼，一旁还有公园绿地，营造大安区新地标。托婴中心，还有老人的日照，以及我们公益活动，包括展览厅。演讲厅等等的活动，以后我们龙生里就可以在这边办。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忙呢。接着呢，可能有一些噪音呢，我们也请施工单位多多帮忙哈，尽量把这个对居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为了让民众行得安全，4年后停车场大楼完工，民众可以从大楼连通道直接抵达捷运站站口，不用再穿越马路。提供更优质的停车空间跟更便利的大众运输转乘系统，既方便又睦邻。记者郭灿勇台北采访报道。台北市内湖区瑞光社宅招租起跑，由于之前的明伦社宅月租破4万，回馈给在地居民比例过高， IP 居住不正义，这一回都做了调整，租金呢调为市价的64折，申请补贴后最低6900元起，另外提供最少45%给在地就学就业者申请，希望局部疏解内湖交通。内湖瑞光社会住宅招租起跑，北市府这回调整抽签比例，提供至少45%给在地就学就业者，希望局部解决内湖交通问题。我们盖社会住宅一个目的就是说，它也是逐步调整整个都市计划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每天数万人进来上班，再数万人下班，你要期待内湖的交通改善，太困难了，所以我们希望说，将来这个我们在内湖盖的社会住宅，就是给在这个地方上班、上学人用。瑞光社宅有套房型56户，一房型304户，
二房型66户，三房型19户。有鉴于之前明伦社宅三房型租金破40000，引发租金太高争议，瑞光社宅月租金含管理费约12000到34000，阳台超过5坪部分将由市府自行吸收成本。上一次在明伦社宅说租金的问题，那我们也做了多的修正，像我们都知道说以后这个阳台不要设计超过5坪了，太大没有必要啊，所以就我们就在修正。所以我们在，但是这一栋已经盖了一下，所以超过阳台超过5坪的就不计价。下修瑞光社宅租金达市价64折，提高在地就学就业重迁比例。北市府滚动式修正申请办法，希望提供高品质的社宅给有需要的人入住。记者尤祥廷台北采访报道。许多家长忙于工作，经常把3C产品当作育儿神器，但长期使用下来呢，不但容易造成小朋友近视，甚至还影响学习发展。为了帮助爸妈解决育儿困境，国建署出版了《手机还我，孩子不哭》的手册，分享各种情境下的教养方式，希望为孩子的视力健康把关。哎，不要让我手机啦！坐车时怕小孩哭闹，让手机充当保姆，安抚小朋友情绪，是许多爸妈的日常。但就怕小孩过度依赖3C产品，影响视力发展，让做家长的陷入两难。有聪明爸妈分享育儿妙招，让小孩无痛远离3C荧幕。先讲好30分钟，在最后10分钟或5分钟的时候，提醒他们说时间快到了，让他做好心理准备。这样如果临时脱离到这3C产品的时候，他们不会有这么大的不舒服的感觉。这样，换句话说，小朋友在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些东西，那是我们家长可以来主控的。啊，他要玩多久，要看多久，距离多远，那是我们来告诉我们的小朋友啊。网罗全国20件育儿创意妙招，国建署出版《手机还我，孩子不哭》手册，分享不同情境可以使用的教养方式，为孩子的视力把关。因为根据统计，近几年儿童近视比例都呈倍数成长，专家也提醒小朋友在小学毕业前，近视度数最好不要超过300度，以免加速恶化。你希望你的孩子不要近视，或是不要高度近视，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出去户外看远。所有的研究都知道，你在户外看远的时间越长，那你近视几率就越低。专家建议多陪孩子到户外，有助于减少近视。尤其长期不正确使用3C，除了视力问题，还可能影响睡眠和情绪管理，连带造成学习效果不佳。做家长的还是要拿回主控权，守护小孩健康。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新制租赁契约自109年9月1日上路了。房东在租赁期间不得调涨租金，收取电费要约明下月及非下月，且都不能超过台电锁定最高集聚之金额。房客因疾病要长期疗养，或房东要收回重新建筑，都可提前终止租约。住宅修缮期间可扣除租金，租赁关系消灭后，房客遗留物视为抛弃所有权。更详细内容请上地政司网站查询。内政部关心您。为您插播一则外电消息。极端的气候，全球暖化造成西伯利亚小镇维科扬斯克近日测得摄氏38度历史高温。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报告当中指出，整个北极的海冰覆盖率持续下降，种种数据全都显示地球的气候变迁正在持续的恶化。为了瓦斯安全，我已经换装了具备3大安全遮断功能的微电脑瓦斯表。因为你准备的，跟他在一起最安全了。哦，在一起，在一起，换表真好，安全没烦恼。
瑞芳区石山里山间路131号房舍前，因屋主设下围篱，影响水圳桥附近居民出入通道被封，至少十来户受到影响。为此呢，瑞芳区公所7号办理的会刊进行协调，包括了九旬的长辈等等的在地住户都前来表示相当无奈，而且呢很担心呢5月份的金瓜石妈祖绕境受到影响，希望地方尽快想出解套方法。金瓜石的黄金山城，住户依山而建，家门口不一定有柏油马路经过，反而是由步道串联了整个社区，通行历史甚至超过百年。但在今年石山里山间路131号房舍前的通道，屋主无预警以围篱封路，导致没有接壤马路的居民进出相当不便，甚至还有90几岁的耆老出门需要绕远路走斜坡。居民们无奈且认为各户家门前的通道属于大家，从小到大都是这样走的。管地家自己也在讲这公路，会使讲百几年就行这条路啊，较早这样。北界球场，这都做啊，这毛不就弄迄啰？阮较早阮查某人弄去迄啰四界遐叫来叫来卖做的。进出就完全都是麻烦了啊！你光是采购进来，我们要绕一大圈，啊，倒垃圾也是扛上来，也是没路走啊。每天回答都成问题了，这条路下去走个楼梯就到了啊，没有马路，这条就最近的路了啊。从历史照片上来看，这条通道年年敞开，算是社区的既有通道，甚至每年农历3月23号金瓜石地区的妈祖绕境都会绕经此地。7日的现刊劝济堂的委员们也特地前来与屋主调解，希望今年5月4号绕境当天能开放通行。屋主权衡自身安全利益后也做了让步，只是居民平日的通行仍是待解的难题。这一段路是整个三安里三安社区聚落过去往金瓜石的车站，往瓜山国小，往台金公司的唯一的通道，哦，所以它应该至少有1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它是一个100年的既有道路，在地居民都希望说这个是一条继承道路，那还是维持让大家可以通行。那在维持让大家可以通行的过程中，也希望说保障蔡先生他家里的安全，哦，不被干扰。从石山社区水圳桥过来此路段，目前虽有一条通道往五府宫，但需要穿过庙宇建物且阶梯陡上，居民要到马路上倒垃圾，老人家拜访邻居都走得非常辛苦。而游客的部分，如要在当地观光，建议小心绕路，勿穿过围篱影响安全。记者夏浩文、瑞芳采访报道。万里的马素溪步道木质扶手腐朽，还有蚁虫蛀蚀，近来呢进行了修缮。完工后的扶手栏杆变得相当的新颖，仿木质外观的混凝土设计不但牢固，安全性提升，除此之外也可以省下以往木头扶手的维修养护成本。万里区的马素溪步道是居民休闲散步运动的好选择，不过日前也发现部分路段的扶手栏杆因为是木质的关系，不但因为潮湿导致腐朽，还有蚁虫蛀蚀的情况。为此在市府以及市议员白佩如的会勘过后，挹注经费修缮，近来工程完成，步道变得好走，安全性也大大提升。我们这个步道之前都是那个木头制的，从96年在马素溪全部都做成木栏杆，然后它因为年代久了以后，尤其我们这里的雨水多，然后就变白蚁蛀掉，然后整个步道就是都瘫掉，比较危险。那我们这一次很感激我们新北市政府还补助我们1000万，那因为经费还不足，我们白佩如议员又补助我们120万，我们就把这个步道从我们万里的那个出海口，然后做到我们万里国中桥，总长2公里，把它步道全部焕然一新，把它全部做起来，那更为坚固。步道修缮的路段可以见到扶手栏杆变得相当新颖，仿木质外观的混凝土设计不但牢固，安全性提升，不怕潮湿的天气，耐久度更是大大增加。除此之外，以往维护保养因为木头易腐坏的关系需要花费相当多的经费，现在改变了材质也省下许多维修养护的成本。今天主要来看一下马素溪整个栏杆啊，还有步道维修的状况。那工程人员其实非常的用心，因为在很多的细节上呢，他们不止把这些排水呢都倒开，然后把一些旧的这些水路呢来做一个疏通跟改善，然后
整个环境呢，也因为相关单位包括景观处有种的落羽松，还有整个绿美化，其实整个环境看起来可以说是焕然一新。那因为呢，万里是一个好所在啦，那也希望说更多的市民朋友可以来我们万里走一走，来欣赏这个万里之美。这步道就很久以前建的，但是以前做的是木头的，那木头的呢比较容易损坏啊，不容易保养。那经过年期长了以后，他争取了很多建会来把它改成这个，是用那个水泥去糊起来，比较好保养，也比较好看，哎，比较不容易坏，比较好保养。每天很多人都来这边走步道，早上、下午都很多，有台北来的，有基隆来的，哎，万里的都是早上跟下午晚上比较多，而且这个路面也改善了很多。还有在靠近49号桥下的部分，以往排水不良，趁着这次的工程也做了涵管排水，因应万里潮湿多雨，步道的铺面也增加透水性，增加排水不易积水。如此一来，就算雨过天晴出来散步，民众也不会被步道上的积水所喷溅，或是有滑倒的危机。记者平涵万里采访报道。新北市新店湾潭儿童游戏场正式启用，这座游戏场呢就位在碧潭风景区的对岸，结合地域特色跟自然环境，特别以蝴蝶翩翩飞舞为意象，规划多个游戏分区，包括了攀爬区、溜滑梯、体健设施等等，还有许多特色游具，让小朋友在游玩之余还能增进感觉统合跟平衡发展。小朋友拉着绳索卖力的往上爬，有的小朋友则开心的在沙坑中玩耍。这是位于碧潭西岸的湾潭儿童游戏场，即日起开放喽。新北市议员金钟玉指出，过去这片高滩地是一片荒芜，经过了争取和规划之后，终于有个可以让亲子玩乐的好去处。花了3年时间，从发现土地到规划到完成啊，终于在今年可以完成了啊！将来我们做了很种了很多蜜源植物，我们希望将来有生态之旅，让蝴蝶能够来我们这个地方。湾潭儿童游戏场以蝴蝶翩翩飞舞为意象，勾勒出各个游戏分区，一共有5大区块，包括了攀爬区、水管溜滑梯、大碗弓溜滑梯、神吊床以及体健设施区，并且融入了地域环境，在依山傍水之间游玩，不仅可以享受大自然，还能够促进孩子的感觉统合和平衡发展等等。还有非常多跟小朋友在这个年龄层发展感觉统合非常契合的一些游具，所以我觉得设计上面很新颖，而且是适合孩子们玩的地方。前面又是碧潭哈，这个景致非常非常的优美哈，空气也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说这个对小朋友的身体的健康啦，或者他们的情绪都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了哈。玩了那个可以坐下来会弯来弯去的，而且还有玩过水管溜滑梯，好玩。那你最喜欢玩哪一个游戏？那个水管溜滑梯。你为什么觉得它好好玩？因为它弯来弯去的。占地约700坪的湾潭儿童游戏场是以营造多元亲子游乐为主轴，新北市议员金钟玉就表示，希望未来可以结合周边文化景点，连接碧潭、渡船口、和美、煤矿等等，串联起整体的观光动线。啊，我们对面的石枪配合我们的渡口，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公园，再加上前面，我接下来要把前面的和美煤矿再把它开发出来，将来的话整个新店的早期的一些文化资产，我们想带小朋友来，都可以让小朋友知道新店当时在古老的时候有些什么。湾潭游戏场内有许多的巧思，像是动态平衡木和神吊床，是以渡船在水上摇动作为联想所规划的一系列高低起伏的特色游具。另外遮阳设施则是花朵和蝴蝶的造型，就是希望民众全家大小亲子出游来到这里游玩之余，可以感受到自然氛围，在大自然中探索和学习。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万里区野柳地质公园不只有女王头，近来还有新的游程推出。园区内呢拥有丰富的地质景观，神秘第三区占野柳地质公园80%的面积。多年来呢一直因为安全的问题没有对外开放，今天开始呢推出了女王的秘密花园游程，带领游客造访野柳地质公园第三区，体验犹如月球表面的特殊地质景观。
万里区野柳地质公园不只有女王头，近来还有新的游程推出。园区内拥有丰富的地质景观，而神秘的第三区占野柳地质公园 80% 的面积，多年来一直因为安全问题没有对外开放。即日起，野柳地质公园也推出女王的秘密花园游程，带领游客造访野柳地质公园的第三区，体验有如月球表面的特殊地质景观。第三区哦，其实是没有对外开放过，因为是因为安全的考量，还有就是油气品质跟自然资源的维护这方面呢，我们经过了一个评估啊，所以呢，我们是有条件的限量专人导览的去做开放哦，希望能够让一般民众哈，也能够这个真的亲眼看到这个野柳真正最美的一个一块哈。那因为以往游客呢，95%都在第一区跟第二区看完女王头，一个多小时就离开了，有点可惜。所以我们关注跟新空间这次呢，特别去做这样子一个专属的企划案，希望呢能够让别人有这个耳目一新，对野柳有不一样的感受。第三区位于野柳夹的前端，是一个典型的单面山，东南侧为海石平台，奇岩怪石分布上面，西北侧是一面峭壁，著名的豆腐石就位于峭壁的下方海石平台之上，还有24个圆球状岩石集结在一起，被誉为24峭。另外制高点约海拔80米，站在单面山上可以俯瞰整个地质公园的最北端，欣赏独特的地质景观。在这个疫情之后呢，原先有平均一天是大7000-8000个人，掉到1000不到100个人，那这样子一个状况哦，是说营运上是真的是非常的困难。那也希望说我们开放第三区之后，让更多人去了解野柳，然后可以第一个是让大家去了解野柳的美，那也希望是可以开创另外一番的一个商机出来。而开放时间自即日起到5月以及9月的每个6日上午举办，每一场报名费每人888元，包含门票、解说员专业导览解说、精美的礼品、保险费与精致的女王特餐。有兴趣的团体也欢迎到野柳地质公园的官网搜寻报名资讯，报名参加。记者平汉万里采访报道。不同的艺术创作，汐止区公所又有新的展览。以针线代表画笔的乱针绘绣在2楼的艺文走廊展出，以针线勾绘出的20幅作品，线条乱中有序，彩色丝线在布上作画，让人体会到绘绣之美。远远看去，驻足在鸢尾花上的蜻蜓栩栩如生，而这幅蝶恋花也让人感受到与众不同的刺绣之美。中华民国乱针绘绣协会这次展出以花团锦簇、针线情为主题的20幅作品，都是会员们几个月的心血完成的。不同以往的艺术创作，目前都在汐止区公所2楼的艺文走廊展出。有一个新的展览了啊！这一次我们是请到了乱针绘绣协会，那在我们周吴燕周理事长哈，那个跟我们那个李监事啊，还有历届的理事长们，那他们共同努力之下，这次有20幅的哦一个乱针绘绣哈，那个结合的针跟绘画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出来哈。那大家有空，大家可以来看看。当初都是学画画，但是因为蔡文群老师是我们的老师，他本身因为他母亲是。把这个乱针绣从苏州带到台湾，所以他就在社大开了班，然后呢我们就去学，那就发现他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然后呢还有因为他是随心随你的心随你的意来绣的，而且因为绘绣加了针线以后，它是无比的鲜艳跟针艳。原本以前都是在纸上画画，而现在则是用针线在布上头作画，不同的艺术呈现却让学员们一头栽进乱针绘绣的世界中。以这幅巴西鸢尾却是一日红来说，就特地挑了红色的布再来染布，然后作画呈现不同意境。因为它是从早上太阳出来开了，然后太阳下山的时候3-4点它就谢了，然后它可是它谢的时候，它可以把它的那个花蕊垂上地上的时候，又有另外一株新的生命出现，所以这个我就取名叫却是一日红，但是它的花确实非常的漂亮。布帛为那个画纸，那以绣针代替画笔，那当然它是用丝线呈现它的颜色，这样子的一个
绘绣呢，其实它都在展现了每一位老师好的那个心血哦。那每一幅画作都要花好几个月才能够完成，哦，那个非常非常精致，让人家惊艳的作品。透过针线作画，色彩更鲜艳。花团锦簇针线钱目前在公所展出，时间直到5月14号为止。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欣赏，一同体验绘绣之美。这陈慧琳，记者采访报道。大家好，我是美美，这是我女儿花花，今天要分享我做的 MV， 希望大家会喜欢。不行，怎么了？你做的 MV 使用到的音乐和贴图都有得到授权吗？没有，那就不能播哦，除非取得授权后才能和大家分享呢。抱歉，身为直播主，今后我做直播时一定会注意著作权相关规定哦。直播有授权，分享才安心。他们认真学习，他们努力工作，他们追求的是自我的肯定与成就感。育成基金会一直以来帮助憨儿实现就业梦想，支持着他们自立，让我们成为憨儿开心的后盾。请支持育成基金会一元憨儿就业梦就业能力培训募款计划。我是桂桂，相信大家都有使用国道的经验，但是各位可能不知道，去年国道就发生超过3万件的事故，其中 A1 类72件 ，A2 类2076件，造成重大伤亡与民众财产的损失。在此呼吁大家，无论是驾驶或乘客，上车第一个动作。新北市环保局强力取缔违规小广告，号召市民一起参与全民撕小广告的活动，只要撕除0.5公斤的广告，就可以兑换赠品跟摸彩券。环保局呢，希望守护市容环境，鼓励呢大家一起来参与。小广告有碍市容观瞻，因此新北市环保局推出即时广告活动，从4月份开始正式起跑，只要撕除0.5公斤的广告量，即可兑换赠品及摸彩券。环保局表示，去年这项活动统计约有300多万张，其中由民众撕除小广告就贡献出100多万张，成绩亮眼。去年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总共的一个撕小广告里面大致上有300多万张，那其中民众所撕的小广告贡献出来的就有100多万张，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今年办这个活动民众能够继续给我们支持，继续给我们响应。市府特别邀请这位撕除小广告达人到场共襄盛举，并且也分享了之前参加活动的心得。每天就是好像是去吃去外面这样散步运动，顺便做环保这样。民众希望用行动跟着市府的脚步一起做环保。此外，活动期间撕除违规广告量累积前3名的达人，可额外获得不同高额的礼券，希望鼓励认真撕除小广告的市民朋友。记者黄佑贤，新北市报道。童军教育呢，一直是新北市重点教育政策。教育局呢，在昨天正式发布新北市童军手册。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呢，这本童军手册将提供学校作为童军学习辅助教材，还让更多学生能够投入童军运动。历经2年的编撰，新北市教育局在昨天正式发布新北市童军手册，号称为全国首部的童军手册。教育局长张明文说出最主要的用意：童军教育对于我们整个国民教育非常重要，它是培养我们公民素养一个重要的课程。那童军教育里面，其实它的内涵非常的丰富，包含了品格教育、户外教育、服务学习还有
整个急救等等啊，都是我们童军教育的范畴。这样的一个培育，在过去是非常欠缺我们团体的一个陶冶哦。我想这一块可以补足我们学校教育的不足。这本手册包含了从童军到公民以及生活之爱等四大主轴，再细分为童军运动的介绍、服务学习还有公民素养等16章节的主题课程介绍。不过针对疫情期间，如何让这本童军手册在各校都能够达到交流运用的学习功能呢？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当然以后啊，我们第一个当然线上我们也可以来做各全世界的交流，未来它也可以做翻成英文版的哈，当然当作我们跟全世界，像日本也很适合，它有一些相关的交流，还有韩国，我们其实都有姐妹同军会的缔结，我们希望未来变成一个国际教育的同军教育，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疫情过后，我们会来积极推动全世界的同军教育的交流，能够让它变成大家对于同军教育互相分享跟交流重要的教材。张明文强调，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是将采线上交流的学习，未来也会纳入英日文的编撰，让童军手册朝向国际化，作为教学工具的一项参考。记者黄佑贤新北市报道。国内一家连锁餐饮企业长期热心公益，这一次呢，透过新北市三重区武顺里长的引荐呢，跟三重区公所签署防灾合作备忘录。未来当有灾害发生的时候，业者会全力供应粮食资源，让救灾人员无后顾之忧。为了强化地方防灾救灾能力，三重区公所透过武顺里长洪家人的引荐，与在地连锁餐饮企业合作，签署防灾合作备忘录。希望企业与区公所、地方社区共组防灾网路，齐心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非常高兴能够由我们的胡锡章来参加我们的企业防灾。只要企业结合我们的村里的防灾社区，这个一加一，这个我就讲说，这个不是加法，这个效益应该是乘法。我相信会非常非常的大。签署合作备忘录是大家的一个责任的开始哈。那后续如果我们公所有办相关的，包括防灾公园开设的演练，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有关救灾等等相关的演练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胡局长一起来这个共同的一个参与啊，让这个不只是签署，还会落实这个响应去执行。从路边摊起家的连锁卤肉饭业者，本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念，除了热心公益、捐赠不断外，也希望能在防灾工作上善尽企业责任。董事长张永昌表示，未来当有灾害发生时，企业会全力供应粮食资源，让救灾人员无后顾之忧。人是铁，饭是钢，没有饭来撑它成为一个背后的动力，那能撑下去的那个体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会当有必要跟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无限期的、无限制的去供应，让我们所有的弟兄、所有在场为这个灾害来付出的所有的伙伴，我们会供应，让他没有后顾之忧。除了签署防灾备忘录外，业者也捐赠100个火灾警报器，挹注三重区的消防资源。张董事长希望透过这次合作，能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在地企业加入防灾行列，让三重成为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平安城市。记者伦宏采访报道。在毕业前夕，清传高商应用日语科都会举办一场话剧公演。校方表示呢，透过日语的演出，除了展现学习成果之外，同时也期盼同学在踏出校门投入社会后，将应用所学提升竞争力。每年在毕业前夕，清传高商应用日语科都会举办公演。然而透过日语话剧的生动演出，展现了学习的成果。校长林一宏表示，为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设备和成效，今年已经跟教育局争取到了经费补助。今年呢，我们更争取到了新北市教育局的教育加速器，以日曜三重在清传的计划争取到相关的补助。希望能够引入 AI、AR、VR 等等的这些教学设备，以科技日文为一个目标，希望带给同学更好、更棒的一个学习环境。校方表示，这场公演包括剧本、服装、道具以及文宣等等，都是由学生一手企划完成。台上精彩的表演，有同学拿着手机赶紧捕捉精彩的画面。参加话剧演出的同学也说到收获良多。
就是我们从一个不会讲日文的，然后因为这个话剧，然后学习更多口语表达的能力，那也从中得到我们就是团队合作啊，因为像是我们道具那些都是跟同学一起制作的，然后也可以学习如何跟同学沟通、团队合作。可能就是以跟外国人交流啊那些的都会很方便。我们期待呢，我们清传的这个英日科毕业的同学呢，都能够取得这个日本的相关的日语检定。那同学们的成果也都非常棒，好几位同学取得到这个 N2 的这样的一个检定的通过。那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将来投入这个社会之后呢，能够应用他们的所学来展现出他们的这个日语能力，提升他们的一个就业的竞争力。这场公演活动除了让学生对日语的学习更具信心之外，同时校长也期盼在踏出校门投入社会之后，应用所学提升竞争力。记者黄佑贤新北市报道。做会爱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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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会爱台湾啦，做会爱台湾，做会爱台湾哦，做会爱台湾哦。全台湾好食好耍的好趣味的所在，拢伫遮，咱做伙来爱台湾。知道怎么？来，我问你，走，小心哦，小心。明天。哎妈，妈，妈怎么了？妈怎么了？哎，爸，哥，你赶快叫救护车！救护车！在1966的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注意电器火灾的前兆。过去在台湾时常有饱受重症折磨的患者跟人伦悲剧，却无法善终的实际案例。因此呢，新北市淡水区淡江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呢，有9位大学生从去年开始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制作毕业专题。他们将要在4月9号到台北市自由广场，希望号召民众一起为重症死亡自主权发声，向立法院递交请愿书。手上高举着标语看板，大家一起喊着口号，乍看之下还以为是哪边的陈情抗议，但其实这一群是新北市淡水区淡江大学的大四学生，他们将要在4月9号到台北市的自由广场，希望号召民众一起为重症死亡自主权发声，向立法院递交请愿书。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重症病患，他受到病痛的折磨，我们看觉得非常不忍心，所以我们决定号召一群人上街游行，然后并且我们会收集请愿书交给立法院，然后告诉他们我们的诉求，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说他们好像就是逼不得已只能这样做，就是因为不仅受到生理、心理以及经济压力，他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法律上给他们保障，让这些重症病患能够真正的
善终，所以他们只用这种方式。活动副召集人吴同学表示，过去在台湾时常有饱受重症折磨的患者与人伦悲剧，但是却无法善终的实际案例，因此淡江大学资讯传播学系有九位大学生从去年开始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制作毕业专题，取名叫做安室，希望透过各种案例的研究，进而发现台湾在重症死亡自主权的相关法律尚未成熟，因此决定推行主动安乐死为主题制作毕业专题，希望以学生的微薄的力量为需要尊严善终的病患发声。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年轻人离死亡很遥远，但是数据上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台湾每年死亡人口17万人中有1/3是65岁以下的人，代表说其实死亡是大家的事情，不是只有老年人或是只有重症病患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因为意外他变成植物人或是他变成瘫痪，他没有办法有一个自己的行动能力了。对，所以他就有些人其实会有这种需求。对，我们号召群众在自由广场牌楼前面集合，我们会在下午1点的时候从自由广场出发，然后走到立法院前，然后我们会在路途中我们都会喊口号，讲出我们的诉求，然后到立法院我们会递交请愿书。而面对大学生制作大部分人都会避讳的死亡议题的时候，他们说其实死亡不只是老年时期才会面对的问题，在台湾也有许多年轻人因为意外成了植物人等等的案例，一辈子整个家庭就变了样。而根据资料，台湾过去一年当中死亡人口在17万人当中有1/3是65岁以下的人口，代表死亡的问题是大家的事，而并非距离年轻人遥远的议题。因此这一群大学生用自发性的游行，希望政府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向政府诉说国人对于主动安乐死合法化的期盼。记者许端一带学赛访报道。新北市立竹围高中的于4月7号，昨天呢，接待来自全美各高中的10位精英学生，进行一日入班学习体验跟交流活动。到访的美方学生呢，是参加淡江大学承办美国国务院高中生奖学金华语研习班的学生。因新冠肺炎的疫情呢，自去年9月起线上学习，今年2月才入境台湾，成为第一批突破疫情来台研习华语课程的学生。新北市立竹围高中昨天接待来自美国各高中的10位精英学生，进行一日入班学习体验与交流活动。而到访的美方学生是参加淡江大学承办的美国国务院高中生奖学金华语研习班的学员，因应新冠肺炎疫情，自去年9月开始线上学习，而今年2月入境台湾，成为第一批突破疫情来到台湾研习华语的课程学生。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我们竹围高中的学生对国际观有进一步的了解。那因为本校的特色是柔道、脚力还有我们的橄榄球，所以今天在做简报介绍的时候，我们也介绍出我们学校的特色，透过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情况下都能够做这个国际交流，所以我们学校在国际教育方面是非常的努力。那也谢谢这一次淡江大学能够做一个媒合，然后让他们能够来体验我们竹围高中的一日体验的课程生活。经过2个礼拜以及1个星期的自主健康管理之后，开始为期2个多月的华语研习课程。而竹围高中校长表示，学校致力于国际教育的推展，疫情期间国际间的实体交流活动几乎停止，不过竹围高中依然透过线上、邮寄以及视讯的方式进行交流。而今天的实体交流活动，希望能够让双方的同学有难忘的体验学习，彼此成长，更开拓国际视野。我很期待有这个机会跟竹围的高一学生做一个简单 的交流我们这样可以不但享受他们的就他们很丰富的这个文化和热情，而且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 的文化，就
这样就把我们两个国家的两个思维就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All the students here are really, really nice, and it's been really nice getting to know them. And they were all so welcoming when we got here. And this presentation that they put on for us was really, really sweet. And clearly, everybody here they're all really nice people, and it's just been really great getting to have this experience and come see what daily life is like at a Taiwanese high school.这感觉很好，因为可以促进彼此的那个关系，然后也可以跟对方了解不一样的文化，就是可以让大家互相了解，然后可以学习更多英文。活动开始由学生进行双语简报，介绍台湾淡水的特色，接着就安排十位的美国高中生进入高一高二的班级，实际参与体验台湾高中生活的课程点滴，并且可以近距离的与同学互动，最后安排师生体验学校的陶艺课程，亲手制作陶艺品，在陶杯陶盘上釉上彩绘，并且在窑烧之后让美国学生带回纪念。而校方也希望透过参访及入班学期的体验，让来访的师生更能够融入在地的文化与生活，也学习最真实的语言互动，同时感受丰富的交流情谊。记者许端英淡水采访报道。每年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是国际同济日，国际同济会呢，台湾总会北二区各分会在新北市新店区址国小举办了以你为名塑造希望的活动，共栽种了100棵白杨树，也赞助学校成立同幼社，落实同济会精神。庆祝一年一度的国际同济日，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今年规划了植树活动，将在全国各地种植5000棵白杨树。北二区则是选在区址国小举办以你为名塑造希望活动，由新光明、大新店等各分会共同参与，种下100棵白杨树。谢谢同济会，他在区址国小的后花园这边种植了100棵的白杨树。那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借由照顾这些树木，能够爱护生态，那同时也迎接百周年校庆。另外，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北二区也赞助区址国小成立同幼社，同幼社主要以教导学生学习3/8为主，希望培养学生多元才艺。区址国小学生也特别带来3/8戏剧演出，感谢同济会的支持。谢谢同济会帮我们成立同幼社，我希望可以在同幼社里面认真学习3/8。今年是区址国小建校百周年，那百周年成立同幼社，让同济会的精神由小朋友来扎根啊，发扬同济的精神。同济会以服务社区与儿童为宗旨，每年的国际同济日都会举办社会服务活动，近年结合种树、节能减碳以及关怀儿童议题，真正落实同济会精神。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瑞芳区猴洞国小在今年8月将转型成全台首个公立蒙特梭利实验小学，学生以独树一格的课纲跟教具的探索学习，鼓励孩子们呢自主学习，成为偏乡小校呢转型的契机。而学校呢在4月也整修跑道跟教师宿舍，缤纷的宿舍墙面传达矿业意象，成为游客来大粗坑金字碑古道的视觉亮点。瑞芳区猴洞国小旧校区位在大粗坑溪旁边，因溪水泛滥冲垮后搬至现在瑞猴公路的基隆河畔，然而位在金字碑大粗坑溪古道入口旁的教师宿舍仍继续沿用，多年下来潮湿漏水问题严重，透过去年12月开始的防水工程，让房子变得五彩缤纷，游客容易误以为是民宿的外墙上既有猴同地名的猴子意象，也用黄金矿车传达旧时大粗坑发现金矿的风华。很感谢教育局补助我们，首先呢是宿舍的部分，我们改善了外墙还有内部的防水，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重新彩绘，也加装了气密窗，让老师住得舒服，能够更专心投入于工作。运动场部分我们改善了篮球场的地皮，重新铺设了亚克力漆，也重新施作了一个水泥砌作的猴子溜滑梯，符合游具的规范，让孩子能够在运动场上驰骋，尽情地享受猴童的美。除了宿舍，猴童国小校园内最起眼的地标当属猴子溜滑梯，但因为有安全疑虑，校方在跑道施工期间重新设立水泥制的复刻版本，未来也期盼能吸引路过游客拍照打卡。
而侯同国小因为当地少子化，三年来融入蒙特梭利教育法，安排下午的实作课程，让孩子在教育的探索中理解课纲内容。教师除了休息时间摇铃外，不需时时紧盯孩子的学习进度，也让吸收知识变得轻松且有效。这个蒙特梭利教育法能够让我们在学习当中用自己的方式还有自己的方法去学习到老师教我们的一些数学或者是国语，因为这样的操作可以让我们更清楚我们今天上了什么课，做了什么事情。我蛮喜欢这个教材，因为那个一般的我觉得都是用那比较强迫的方式学习，但我比较喜欢自主学习，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这个蒙特梭利其实我以前不太了解，但是了解之后我觉得这个可以带给我小朋友，他们很主动学习。我要的是我的小孩他是愿意去学习，他是有热情的。我觉得这个是一辈子可以带着走的能力，是他一辈子都用得上，而不是只是在小学或者是甚至国中高中只是重视成绩的部分。两个小孩在这边之后，他们的学习可以很大的转变，他们会对自己学习的东西会产生好奇，甚至是功课是自己完成的，不用我去担心，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改变。蒙特梭利的教学法它是一个已经完成非常有架构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组织还有一个概念，并且在非常有系统及逻辑性的教具的支持之下，让孩子能够借由实作来学习一些抽象的概念还有知识。我们很感谢教育局还有教育部非常支持我们这样理念。从今年8月开始，我们正式转型为不只是新北市，而且是全台湾第一所公立的蒙特梭利实验小学。在4月24日星期六，我们欢迎家长带着孩子进到我们侯同国小的校园里面，一起来体验一个活化的教育的魅力。侯同国小作为蒙特梭利教育法的实验小学，目前在台湾虽然是唯一一间，但在日本、印度及欧美地区都有学校以专业培训老师实施蒙特梭利教育法。其优点不止让学生自律，激发学习的责任感，也强调实作并照顾比自己小的同学，相当适合混龄教育。孩子们在教具实作中学习缝纫、做餐点，不用老师带领也能开心完成，甚至想学更多。4月24号，学校将举办说明会，欢迎亲子一同前来学校体验不一样的教育氛围。记者张浩文、瑞芳采访报道。配合景观处推动环境绿美学计划，新庄光荣里长善加利用公园的社区环境，不仅将空间打造成美丽家园，而且还能为社区拿到新北市社区绿美学竞赛优等讲座。他感谢环保义工的热心投入，其实这项荣耀呢是属于大家的。里长盛家利用公园赏社区的环境，不仅将空间打造成美丽家园，而且还能为社区拿到新北市社区绿美学竞赛优等奖座，并由市长侯友宜亲自颁奖表扬。就任内辅导我们公园赏社区来做一些绿美化的一个活动，那也是配合景观处就是来参加我们新北市总共118个社区参加比赛，那公园赏得到佳作，得到优等奖，那也有受到侯友宜市长的颁发的一些奖牌跟一些那个奖杯。配合景观处推动这项计划，从改造环境到后续的维护作业，里长说公园赏在新北市118个社区报名参加，最后成功脱颖而出。他要感谢环保志义工的热心投入，其实这项荣耀是属于大家的。感谢我们社区的主委还有总干事还有各个领长跟志工一起来维护这些植栽，让它就是可以跟当初在种植的时候一样的漂亮。我们里长很用心哦，帮我们社区的那个花园弄得很漂亮，然后还得奖。里长期盼公园赏社区不仅是绿美学推动的新开端，更能够成为其他社区的示范代表。记者黄佑贤新庄报道。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至于双北地区有哪一些最新的活动消息，也请看我们的生活看板。